播的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么热的天啊，感谢大家过来听这个讲座。那么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曾国藩，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想关于曾国藩这个人呢，我用不着做太多的介绍，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呢是以文人书生起家，赤手空拳建立了一支湘军，建立了军功嘛。后来呢做地方大吏的时候呢，又开始效仿西方，这个开始中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他做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啊，被封为一等义勇侯，可以说功成名就。同时呢又留下了一本曾国藩家书，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非常大的一部家书。很多读者对曾国藩这个人感兴趣啊，应该都是从这本书开始。可以说这个人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因此呢有人管他叫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现在我们看很多关于曾国藩的书，都突出地去描写曾国藩做官的各种本领。这些书建立起来的曾国藩形象啊，是一个表面上很老实很诚恳，实际上呢肚子里非常厚黑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正面呢，我准备介绍曾国藩是如何从一个天资比较平庸的人，通过自我磨练脱胎换骨，成了后来的大家所说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的圣人。侧面呢就主要介绍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所谓个人经济生活呢，也就是他的收入和支出。为什么要讲这个侧面呢？因为个人经济收支啊，往往是一个人生活中比较隐秘的一个方面。那我先讲第一个方面，就是曾国藩是如何从一个天资平庸的人变成了后来大家所说的圣人和完人。我说曾国藩天资比较平庸，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曾国藩的智商啊并不是很高。曾国藩智商不高呢，在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曾国藩小的时候读书特别笨，当然他很勤奋。说有一天呢，晚上在书房里背一篇文章《岳阳楼记》，是吧？总也背不下来。然后有一个小偷，黄昏的时候呢，潜入他家里，爬到房梁上，准备大家都睡着了，他下去偷东西。结果曾国藩一篇文章背不下来，在那儿反复的背，什么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遍一遍的背，一直背到后半夜还没背下来。小偷在房梁上已经睡了一觉了，醒过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着。小偷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说：“连我都背下来了。”说站在那儿，汤汤汤给曾国藩背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了。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一个传说，就是一个笑话。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传说呢？这说明曾国藩这个人呢，读书比较笨，这个在他当地啊，他的家乡啊，大家都比较清楚。我们知道传统社会，读书人读书，功名是分三等的。最低的一等叫秀才，然后是举人，然后是进士。过去大人物啊，考秀才往往是非常轻松的。清朝晚清的这个梁启超11岁就中了秀才，李鸿章是17岁中了秀才，左宗棠呢14岁参加县试就考了个第一名。那么曾国藩怎么样啊？曾国藩考秀才，前后考了7次，前6次都没考上，第7次呢才勉勉强强考上。
为什么说勉勉强强呢？因为他考的是全县的倒数第二名。那么曾国藩读书啊比较笨，实际上这个他的智商呢是有遗传原因，他父亲叫曾林书，读书呢比他还要笨。他父亲考秀才考了多少次啊？考了17次。从十几岁开始考起，那个时候平均大概是两年或者不到两年考一次，一直考到40多岁才考中。可能还是主考官呢一看这个人年龄太大了，而且每年都来考，感觉有点可怜他，让他中了一个秀才。所以你看曾国藩他们家，他的这几个兄弟从小都读书，但是只有曾国藩一个人读出来了，他的那几个兄弟也都没考取什么比较高的功名。这就说明他们老曾家这个读书这方面的智商的遗传基因呢不是特别好。这是我们说的曾国藩资质比较平庸的第一个方面。这一点呢历史上实际上是有定论的。梁启超曾经说过，说曾国藩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病时注解中最称顿拙。曾国藩的朋友左宗棠一向是瞧不起曾国藩的，经常公开批评曾国藩，说他才短，就是缺乏才能。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当着曾国藩的面批评他太儒缓，就是做事呢反应太慢。所以这是有定论的事情。那么除了智商不太高，我们说曾国藩这个人资质比较平庸啊，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在青年时代啊，曾国藩身上呢有很多我们平常人身上都有的缺点。青年时代的曾国藩远远不是后来的那样一个圣人。曾国藩身上有哪些缺点呢？第一个是比较懒，比较浮躁，不爱学习。曾国藩是我看了一下他的星座是射手座。喜欢这个研究星座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射手座的人呢往往是做事不是特别的专注。那么曾国藩是这样，曾国藩特别好热闹，特别喜欢交往，特别好串门，一有时间他就到各个朋友家里去串门聊天。有一次他在翰林院做官的时候，翰林院呢放假放了40多天，相当于今天咱们学生放暑假。那么在刚放假的时候，曾国藩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利用这个假期啊多读几本书，多写几篇文章。但是等40多天暑假结束了，曾国藩自己一总结说，我这40多天实际上什么事儿都没干，就写了几封家书，剩下时间呢全用来串门子了。他在日记当中说，皆因循忽带而过，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串门。所以日记当中呢根本没法记载我这些天干什么事儿。这是他性格中的第一个毛病，懒散。第二个毛病呢是比较傲慢，脾气不太好。曾国藩的爷爷呀脾气很暴，性格特别不好，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呢有点遗传。而且我们说曾国藩考秀才考得很艰难，但是在那之后呢他就开了窍了，科举考试呢非常顺利。考秀才之后转过来，他考举人考了一次就考中了，考进士呢也是考了2次，第二次就考中了，所以28岁就成了进士。这在当时呢在进士里头啊算是比较年轻的，因为很多人要到30-40岁才能考中进士。所以曾国藩一时啊洋洋自得，觉得在整个湖南起码在我们湘乡县我是
头一个，没有人呢比我更厉害，所以言谈举止当中呢就越来越傲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都觉得自己行，这是一种本能，再笨的人呢他也有这种本能。所以曾国藩到北京当官之前呢，他告别家人，跑到自己祖父跟前，给祖父磕了一个头，说孙儿，我要到北京去做官了，您有什么嘱咐我的话吗？他的老祖父看着他说了一句话，说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权了，就是说你呀是有本事的，做官啊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傲慢劲儿啊，你要是能改掉就更好。说明他的祖父呢已经发现了他这个问题，但是祖父的提醒啊没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到了北京，曾国藩呢结交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同事，过了不长时间，这些人不约而同指出说，曾国藩身上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傲慢，太自以为是。他的一个朋友叫陈元衮，说曾国藩身上呢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接人待物的时候啊，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觉着我自己挺了不起，而且呢非常自恃，固执己见，听不见别人的这个不同意见。同时因为这个修养不佳，脾气又暴，曾国藩到北京之后啊经常和同事和朋友发生冲突。比如有一次有朋友请客，他呢和坐在他一桌的有一个老乡，湖南人叫郑小山，两个人聊着聊着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呢，曾国藩一脚把桌子就踢翻了，跳着脚对这个郑小山呢破口大骂，郑小山也回骂呗，两个人呢就撕破脸了，什么话都骂出来了，甚至还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所以呢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啊，曾国藩就反想起来，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羞愧了，这有辱自己的斯文形象。这个是我们说的他身上的这个性格中的第二个缺点，修养不好，脾气很暴。那么第三个缺点呢就是虚伪。我们刚才说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虚伪呢，此处所说的曾国藩性格中这个虚伪，并不是说曾国藩是多么大奸大恶的人，多么会欺骗别人，而是说他身上啊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容易怎么样呢，容易顺情说好话，顺水推舟，见到别人呢喜欢给别人戴高帽子，因为这是社交场合大家都愿意做的一件事，对吧，多夸奖别人，然后呢还容易呢对不同的人摆出不同的面孔。他的一位朋友就当面对曾国藩说，说你曾国藩呢对人能做几副面孔，就是你这个人呢不真诚。比如曾国藩日记当中记载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呢叫黎吉云到曾国藩家里来拜访，拿了一沓诗稿，自己呢新写的几首诗让曾国藩看，说您看看我这诗写的怎么样。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呢，心里一想，这诗啊写的真是非常一般，这也叫诗吗这个。但是一开口呢他说出的话就不一样了，哟，几天没见您这诗有进步啊，这首写的不错，为什么不错呢？曾国藩一二三开始给人家讲，讲着讲着呢又开始炫耀自己的这个诗学，说我最近读了什么什么书，我感觉啊这个诗啊应该这样写应该那样写，侃侃而谈聊了半天。朋友走了之后，曾国藩坐在那儿想自己刚才的那一番谈论呢，觉得自己啊这种面貌实在是粗鄙可耻，
所以很后悔。这个呢，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呢，曾国藩性格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当然呢，都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呢，是我们普通人身上非常常见的毛病。可以说，青年时代的曾国藩，你如果穿越回清朝见到他的话，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很平庸的人。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变成了后来的那样一个大家眼中的圣人呢？那样一个道德楷模，啊，成功的楷模呢？他身上的这个变化呀，起因发生在他30岁这一年，也就是道光20年。为什么发生在这一年呢？因为这一年曾国藩离开老家到北京去做官。那么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曾国藩见识的人呢是很有限的，就是周围的这样几个穷乡僻壤的秀才文人，所以呢他头脑中全部被灌输的都是功名利禄这样一套价值观念。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一样了，因为北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人文渊薮，全国各方面的精英都聚集在北京，所以曾国藩结识了很多大知识分子、大文人、大儒。曾国藩从他们身上啊，见识到了另外一种人格风范。与此同时呢，儒家它的基本思路和信条呢，就是每一个人通过刻苦的自我磨砺，都可以变成基本上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圣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特别是青年人呢，都有一种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倾向，都想把自己变得特别完美。曾国藩也不例外，所以从30岁这一年呢，曾国藩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什么志向呢？要学做圣人，要通过自己的修炼把自己最终呢变成一个圣人。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样践行自己的这个学做圣人的志向呢？很简单，办法是很简单。什么办法呢？就是写日记。当然他写日记的方式呢跟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曾国藩自从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后，从那一天开始啊，准备了一个新的日记本，每天呢公楷，就用工整的小楷写日记。日记是什么内容呢？把自己这一天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要过一遍，反思一下我的某一个行动、某一句话，如果是感觉不妥的话，就要反思不妥在哪儿，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然后提醒自己呢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同时在日记当中呢，曾国藩还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基本的日程，说我呀每天要完成最低限度的阅读量和工作量。他在日记当中记载说，我每天要读史10页，记茶余偶谈1则，每日读1经，每几天要写出一篇文章。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曾国藩做事的这个效率啊就慢慢提高。当然一个人要想改掉自己形成已久的这个行为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在座的很多青年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是吧？我们都制定了很多计划，很多次发誓我从此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但是能够把计划贯彻下去的是非常少的。曾国藩其实也是这样，你在你读他的日记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的这种自我挣扎、自我斗争的内容。比如有一天他呀到有一个叫陈代云的朋友家里头给这个陈母拜寿，在陈家吃完了中午饭，按照自己的要求呢就要回家去读书了，但是陈代云呢劝他说，咱们一起呀到另外一个老乡叫何子珍家里去玩。何子珍呢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到了何子珍家里，曾国藩呢跟人家下了一盘围棋，
下完了呢就不想走了，就坐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下棋，曾国藩心里呢就两个小人就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规定自己今天读书，然后你在这儿贪玩不回家，你这样怎么能做圣人呢？另外一个小人说你连续好几天了，你都辛辛苦苦的在那儿自我约束，在那儿读书工作，你这也太苦了，对吧？做人干嘛要做的这样辛苦呢？放松一下吧。两个小人不停的在那儿打架，打了半天，还是头一个小人战胜了后来的一个小人。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记载呢，说即抽身回家，仍读对卦，急忙告辞回家了，继续读自己的易经。这一类的记载啊，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啊非常常见。我们去看曾国藩这一段的修身日记，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是曾国藩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这个时间利用的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曾国藩这个人修养不好，这个在他学做圣人开始写日记之后呢，也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反省到，我跟郑小山那次打架呀，虽然说双方都有毛病，但是呢，你要是想学做圣人，你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反省。所以呢，曾国藩马上就跑到郑小山家里登门拜访，当面认错，说那天呢主要错误在我，我给你赔不是。郑小山一看，没想到曾国藩能够这样坦诚地来承认错误，也很感动，马上请曾国藩吃饭，两个人呢又欢笑如初，前嫌尽释。那么对自己最爱犯的那个言不由衷、虚伪、爱夸夸其谈的这个毛病，曾国藩在日记当中也是不停地提醒自己。一旦家里有客人来串门，那边正在敲门呢，曾国藩在心里就提醒自己，今天我一定不要犯某某某某毛病。然后客人走了之后，他会在日记当中反思自己刚才的这番谈话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没有。所以曾国藩这种通过写日记来进行修身的方式啊，实际上对自己是非常苛刻的，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的，但是曾国藩呢却把他坚持下来了。从他那个时候写日记一直到死，他坚持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晚年，到临死前一天，我们看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还是充满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缓慢的啊点点滴滴的进步，就让他呢从开始的平庸状态达到了后来的这个圣人状态。那么为什么曾国藩能够把写日记这个习惯坚持下来呢？能够把通过日记磨练自己的方式坚持下来呢？一个主要的方式啊，是曾国藩这个日记是很特别的，他的这个日记有点像今天的朋友写微博。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位朋友写微博哈，微博呢一篇呢字数不多，一二百字。曾国藩的日记呢用古文嘛，也很简练不长，而且关键是曾国藩写完日记啊，他会把这个日记送给自己身边的这些老师和朋友传阅，每个人看完呢还在上面写一两条这个评语，就像今天下头微博这个评论一样。那么大家会感觉奇怪了，你写日记就写日记吧，你为什么还要把它送给别人看呢？哎，这就是曾国藩呢个人修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师友加持。因为曾国藩意识到说，一个人他这个自制力再强大，他也是有限度，内力啊是永远抵抗不了外力的，所以很多人坚持自我修养最后没有坚持下来。你必须得动员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来监督你自己，才能把一件事坚持下去。所以曾国藩让他的老师和朋友看自己的日记，给自己提意见，实际上呢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自己既然是已经开头写日记了，而且宣布要一直写下去，有这么多人看，他当然不好意思终止。那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他把这个日记送给自己的亲戚，送给自己的这些老师朋友看。到了中年和晚年，他在外面做官呢，没有人监督他了，他怎么办？
他把这个日记定期寄回湘乡老家，给自己的儿子、侄子、兄弟们看。一方面呢，是起一个资料保存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子侄后辈继续监督自己。所以我们看曾国藩一直到晚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给自己安排工作，每一天都在反省自己。这个呢，实际上呢，他也是给自己的这个子侄和后辈树一个榜样。所以我们通过曾国藩的这个个人修身的实践得到的一个启发呢，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他要是真诚地投入自我磨练，真的跟自己真刀真枪地展开战斗的话，他呢确实是可以脱胎换骨的。他的本领至少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胸襟呢也可以开阔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在座的青年朋友呢，能够从曾国藩的这个事例当中呢得到一点启发。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曾国藩的正面，他如何进行修身，如何进行自我完善。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曾国藩的一个侧面，就是我刚才我说的他的收入和支出。具体的讲啊，就是曾国藩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晚清的大官，他一生挣了多少钱，他们家里有多少钱，这些钱哪些是由正路来的，朝廷给的俸禄工资，哪些呢是灰色收入，那么这些钱又花到了哪些方面，他家里头吃穿住行水平怎么样，他有没有给别人送过礼。那么我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这个侧面呢？我之所以研究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曾国藩的这个日记、家书，还有他亲笔留下的一些资料当中啊，留有大量的这个财务收支的记录。特别是他青年时代在北京当官的时候，记过2年账。因为那个时候他经济啊不是很宽裕，所以他每天买了什么东西，包括买一颗大白菜，他都要记账，记得非常详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历史资料。通过研究曾国藩的这个个人收支啊，我们可以了解清代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官僚他到底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对中国传统官僚的生活状态有一些感性的大而化之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具体的生活细节到现在我们是不清楚的。所以曾国藩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讲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曾国藩的出身，他出生于什么样的人家。曾国藩是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老家呢叫白杨坪，是一个丘陵地带中的一个小小的平原。他们家呢出生，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啊，家里有100多亩土地，一顷地多一点，人均他家有8口人，人均是10亩多一点土地。那么晚清啊，中国人均的土地是3亩到4亩，所以曾国藩家呢比这个普通的这个贫农中农要富一点，可以化为小地主。但是到了晚清时代，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都陷入了贫困化，所以曾国藩他们家这个小地主呢和别人家的区别，和这个贫农的区别，也只不过是他一年到头都能吃饱饭。但是呢，他爷爷他父亲呢常年也都坚持在地里劳动，因为不劳动啊就不能够满足自己的衣食需要。所以小地主家庭对曾国藩的意义是可以有一点余钱供他来读书，但是呢这个钱呢也不是很宽裕。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曾国藩到北京去考进士，考了两次嘛。第一次到北京的路费是他们家自己出的。第二次他到北京考进士，他们家就拿不起路费了，因为那个时候从湖南到北京，没有高铁，没有动车，一路啊要花很长时间，要花掉100多两白银，曾国藩家里拿不起，只好四处借贷，好不容易呢凑足了路费。从这点来看呢，曾国藩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是挺窘迫的。那么好了，道光18年呢，曾国藩考中了进士，又被点了翰林，成为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检讨是个什么官呢？他是一个从七品的一个文官。翰林院我们知道，过去呢是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翰林们呢主要负责起草朝廷的重要文告，给朝廷呢提供政策咨询，地位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经常会见到皇帝，会见到各个部院的大臣，啊，出席各种重要的场合，地位非常清要。那么做了这个处级研究员之后，曾国藩的生活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呢？他是不是会从此呢锦衣玉食，对吧？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可以接济他在湖南的家人呢？实际上啊，曾国藩并没有做到这样。我们看他整个在北京做了13年京官，开始几年是翰林。在这段期间，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他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儿，就是穷。这个穷啊，有两个例子可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道光22年，曾国藩和他的仆人叫陈升，吵了一架。那么主人和仆人吵架，在过去呢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不常见的呢，是这个小小的口角之后呢，这个仆人陈升卷起铺盖卷走了，走人了，不给曾国藩服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曾国藩吵架的原因是曾国藩开不起工资，连续几个月没给他开支，所以呢他找富人家另攀高枝去了。这个呢说明曾国藩翰林生活当中啊手头确实非常紧，仆人的工资已经开不起了。那么另外一个证据啊更有说服力，曾国藩这个人呢是非常重感情的，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感情都很深，能帮忙他肯定都会帮。那么到北京去当官之前，他曾经呢到各个亲友家去拜访和告别。那么到了自己的几个舅舅家呀，曾国藩发现自己的这几个舅舅实在是太穷困了，太可怜了。他到他的大舅舅家里面，发现这个大舅舅呢已经年过花甲，60多岁了，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啊？逃学而居，种菜而食。什么意思？家里没有房子，在村子背后这个山脚下呀挖了一个山洞，住在山洞里头，在山洞边呢种点菜，靠卖菜为生，简直是野人一样，穷的不能再穷了。另外一个舅舅呢叫江永燕，家里啊虽然是有房子住，但是呢也是3间茅草房，东倒西歪，马上就要塌了。这个江永燕送曾国藩走的时候啊就说，外甥啊，将来你到北京当了官，我去给你当个伙夫吧，你让我给你做几天饭，你让我也吃几天饱饭。哎呀，这个话说的曾国藩呢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但是到北京整整当了5年京官，曾国藩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他的这两个舅舅没有得到过他的一分钱的接济。5年之后呢，他的这个舅舅江永燕贫病而死，一生啊没沾到外甥的一点光。这件事不能说明曾国藩冷酷无情，只能说明曾国藩确实是没有余力来接济亲戚朋友。那么为什么清朝的一个从七品的
翰林一个很重要的京官，日子过得这样穷呢？这个和清朝的这个俸禄制度是有关系的。清朝规定，像曾国藩这样的七品的京官，年俸年工资是多少钱呢？是90两白银。此外呢，还有一笔津贴，叫禄米，就是大米。每年会给他发20多担的大米，折合成银两呢，大概是30多两。加到一起呀，曾国藩全年的工资总收入是124两白银。那么1两白银能值200元人民币，啊，曾国藩全年的工资收入呢？我们刚才说了是124两，大概就是24800块钱。那么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是到北京去生活，做一个京漂，一年要是赚20000块钱，那这个生活肯定是非常紧张。何况曾国藩作为一个京官呢，作为一个官员呢，他的开支是非常大的。曾国藩这样的京官，一年需要花多少钱呢？一年需要花500两左右的白银，也就是至少要花10万块钱。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曾国藩不是很简朴吗？哎，因为这个京官呢，官员呢，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他的这个官员的体统和他的这个社交的层次啊，要求他有些开支是不能省的。哪些开支不能省呢？第一个，房租是不能省。清朝没有任何的住房补贴，以及这个分房之类的制度，所以曾国藩在北京当然是买不起房了，他只能租房。租房呢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官员呢，你必须独门独户租一个四合院住，这样呢才符合你的这个身份。所以道光21年，曾国藩在绳匠胡同里面呢租了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一共是18间房，一年的房租是多少钱呢？一年的房租是160两白银，就是一年的房租已经比他的工资收入都要多了。这是作为京官的第一项支出，住房支出，这是不能省的。第二项支出呢，就是社交应酬的支出。那么我是北方人，我们北方社会呢，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呢，这个社交应酬支出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随的份子钱是非常非常多。有人统计过，差不多年收入的1/3都要随各种礼，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对吧？老人有什么事情，你都要随礼，随100，随200，随500，随1000，随2000。所以呢，这对每个人都是个压力。那这个传统呢，并不是起源于今天，清朝的时候，这个人的社交压力啊，随份子的压力啊，比今天还要重。曾国藩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亲戚朋友，在北京的同事，谁家不光是他自己过生日，你要随礼，他的父母过生日不是整寿，你也要随礼，他的爷爷奶奶过生日，你还要随礼。所以曾国藩他自己，我不说他有一个账本吗？他记载在道光21年这一年呢，他随礼钱一共是花了70两白银，这就差不多工资的一半都用来随礼了。除此之外呢，请客吃饭又花了40多两。京官时期是建立自己人际网络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人特别集中，都集中在北京这一块，所以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出席各种饭局。当时有一本小说，这个笔记小说呀，叫《平谱遗稿》，其中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复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什么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请你吃饭，你不给人家面子，你不参加，或者人家请完了你不回请，那么得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被排挤出这个人际圈子之外，大家谁也不找你了。所以请客吃饭是必须的。所以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呢，我统计了一下，曾国藩呢一共在外头请别人吃了二十多顿饭，花了四十多两白银，加上原来我们说的随份子钱，这一年他的社交应酬支出啊是110多两白银。就这项支出跟他的整个工资支出也差不多相当了。这是第二项支出，社交应酬。那么曾国藩的第三项支出啊是什么呢？是买衣服的钱。我们说曾国藩这个人给人留的印象是很简朴，对吧？他也不是什么美男子，他买衣服会花很多钱吗？不是有一个传说吗，说曾国藩特别简朴，有一件这个天青色的马褂啊，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穿一下，穿完赶紧叠好放回箱子，所以过了三十年拿出来还跟新的一样。那这个传说呢完全是一种瞎编，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曾国藩自己爱美，而是清朝的这个官僚制度规定啊，清朝的这个官员的官服是非常讲究的。官服分这个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呢都要有好几套服装，而且这些服装呢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做成的。你要有貂皮的服装，要用海龙皮滚边的服装，你的这个帽顶呢要镶什么金子，镶什么宝石，镶什么珍珠等等等等。所以一整套官服置办下来要500两到800两白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所以晚清时代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官员呢到了北京他买不起官服怎么办呢？他租官服穿。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官服店呢是出租官服的，你需要上衙门上朝就跑到那儿租一天，租完了再拖回来还给人家。晚清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李慈铭，他在北京当了十几年官，开始那些年就是靠租官服租过来的。那么曾国藩他没有租官服，他呢是要自己买官服的。所以到北京头两年呢，他在买衣服上面花了大量的钱。我们看他刚到北京给自己记了一个账，说这一年他买了11顶帽子，都是冬天戴的帽子，而且呢都是那种貂皮的，什么什么灰鼠皮的那种名贵的帽子，什么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风帽等等等等，11顶。这些帽子每顶啊都得10两8两，就是这11顶帽子又是100多两白银，又相当于自己的一年的这个工资的支出。那么这是衣食住行嘛，我们讲了衣食住，还差一个行。曾国藩这样的京官他不可能每天都走着去上班，特别是北京的街道那个时候啊，一刮风就到处都是尘土，一下雨呢就寸步难行，所以很多时候他需要雇车、雇轿车、雇马车，这个加起来呢一年呢也要花掉350两白银。就这样说吧，这一年林林总总各种支出我给曾国藩做了一个统计，根据他的账本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支出加到一起，这一年他的支出是458两白银，减去他刚才我们说的124两的收入，他这一年的财政赤字是多少钱呢？333两白银。这个不是曾国藩个人一个个体现象，清朝的京官啊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财政制度确实也不合理。那么这个赤字是怎么弥补呢？一年欠300两，十年你要欠3000两，对吧？京官怎么混下来呢？通常是有这样4种办法。第一种办法，需要有人赞助他当官。这个做官啊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往往是一个家族的事儿。所以晚清有一个官员叫刘光第，就是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的时候一个著名的官员叫刘光第，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听说过这个人。
他是四川富顺人。他呢年纪很轻就考中了进士，被分到当时应该分到吏部去做主事。今天如果是谁刚一大学毕业或者是博士毕业，马上分配他这样一个职务，他肯定会非常高兴，兴高采烈去赴任。但是那个时候呢，刘光第啊却发愁了。头两年他在家待着就没想去赴任，说我这官啊我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呢？因为他家里非常穷，拿不起这个做官的钱，所以在家里待了两年。后来呢，还是他家族的一位叔叔说，我们这个家族啊，刘氏家族好几百年出了一个进士，还做不起官，太可惜了。这个族叔很有钱，说这么着，我赞助你，每年我赞助你200两白银，你呢在北京啊吃点苦，省吃俭用，你把这个官给我做下来。所以刘光第靠他叔叔赞助他做了10年京官。可惜最后啊，因为戊戌变法嘛，被处死了。他这个族叔投资他的这个2000两白银也没能收回本钱。所以这是第一种办法，就是靠他人赞助在北京当官。第二条途径呢，就是收取外官的馈赠。道光21年，曾国藩收入的这个兵锞和炭锞一共收了11笔，我替他加到一起的话是97两白银，这个呢和他的工资收入呢已经接近了。那么这是第二个办法。第三个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借钱。很简单，没办法，只能借钱。曾国藩到了道光21年年底啊，从家里带来的钱呢就都花光了。这一年到年底了，过不去年，找人借了50两白银，把这一年过去了。第二年我们再看他的账本，到年底他就欠了200两白银，到后来每年的欠账都有所增加，到最后做了10来年京官的时候，他已经欠了2000两白银了。就是越做官欠的钱就越多。曾国藩在钱财这方面，在经济这方面呢，对自己的要求确实是很严格。他呢拒绝了所有能够到手的灰色收入。那么因为拒绝了灰色收入，生活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呢，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比如道光22年有一段日记很有意思，他的原文呢是说：“坐间闻人得别境，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厌慕，醒后痛自惩得，为好利之心行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天呢，曾国藩去赴宴，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说：“我昨天呢，有一个地方官到我家串门，临走给我留了20两白银。”曾国藩在席间一听啊，心就开始砰砰跳，马上想：“哎呀，如果是我认识这个人多好，我认识他，他也会到我家里串门，给我扔一点钱。”那么记载了这一段之后呢，曾国藩又紧接着想起说：“我昨天晚上做梦，也梦到说我一个朋友发了一笔小财，我在梦里的话就特别羡慕他，说我这个人实在是太卑鄙太下流了，连做梦我都如此贪财，可见我这个个人修养还远远没有达到境界。”这个呢是一则记载。那这一年10月19日还有另外一则记载，是什么呢？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于将为祖父庆寿宴，已有中府外就之意，彼物一致于此。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这几天呢给别人随份子啊，随的特别足。以前随这个人我可能就随100，这两天我随200。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今天一想明白了，因为我原来计划着过些天给我的祖父办寿宴，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收一点银子，所以呢我对别人呢这个应酬呢也加大了力度。
说今天我想到了这个事情的原委，想我作为一个堂堂要学做圣人的人，居然对别人耍这种小心眼，实在是太卑鄙太无耻了。所以我们看曾国藩呢，他在日记当中就是这样的分析自己的每一个言行，然后呢不停地自我反省。那么通过曾国藩的这种自我反省呢，实际上啊，作为我个人，我并没有感觉到曾国藩这个人是多么的可耻，我感觉到的是晚清的那种财政制度啊是多么的不合理，让曾国藩这样清廉的官员承受到多大的这个经济压力，以至于他在做梦都要成天为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进行考虑。那么不管怎么说，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呢，他立下的这个学做圣人之志呢，确实为他一生经济上的清廉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曾国藩经济收支的啊第一部分，就是他在做京官的时候，他确实是非常之穷，他也确实坚持呢不接受灰色收入。那么我们再来讲第二部分，就是曾国藩做地方官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经济问题的，他有没有收别人的礼呢？那么咸丰十年，曾国藩呢经过多年带兵打仗呢，朝廷呢授予他当了地方官。什么地方官呢？两江总督。那么两江总督是什么级别呢？首先我讲一下这个两江是什么概念。两江是清代的一个大区，包含今天的这个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那么两江总督呢，就相当于今天呢三个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加省长，再加上军区司令员加政委这样一个地位。因为这三省呢所有的军事还有地方的行政大权都是曾国藩这个总督一个人说了算，地位是非常之高啊，非常重要。那这样高的一位官员，这样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的年收入是多少呢？按照朝廷这个公文的规定，两江总督的年收入呢是155两，就比他做京官的时候呢多了30多两，要合成人民币呢31000块钱，平均月工资呢大概是2583元。清代这个总督的这个基本工资啊155两是基本不动的，他可以存在账上不花，他不需要这笔钱，工资基本不动，因为这个只是工资条上的工资。除了这笔工资之外啊，朝廷啊还批给总督一笔重大的津贴，叫什么呢？叫养廉银。对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从雍正时期开始，雍正皇帝知道这100多两根本不够花，为了保证地方官清廉，所以呢批给他们一笔补贴，让他们有了这笔钱之后呢就不再贪污了。那么这笔钱是多少呢？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200白银，那么乘以200就是36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应该说是比较多了，会保证曾国藩过上非常舒服的生活。那么曾国藩的这个生活是不是也这个水涨船高啊，锦衣玉食呢？没有，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啊比他做京官的时候啊不但是没有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比如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我们说了他穿衣服啊是非常讲究的，官服呢非常漂亮，但是在两江做总督的时候，他穿衣服啊穿得破破烂烂。他的一位幕僚，一位师爷叫赵烈文，他在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第一次见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时候，我发现了他是所衣不过练帛，靴冠必旧，就是曾国藩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就是老百姓穿的衣服，而且呢鞋子跟帽子都已经很破了。
所以曾国藩在这个服装上头，照原来呢是降了一个档次。另外呢，在吃饭方面呢，也不如原来。是在两江地区呢，他请客呢，偶尔请客呢，在自己家里请，而且呢，吃的都非常普通。有一次，有一个叫窦兰泉的官员到曾国藩家里，曾国藩请他吃饭。他发现呢，曾国藩家里啊，用来盛鱼的，居然是一个小瓦盆儿。窦兰泉说：“你堂堂大学士请客，居然用小瓦盆儿把饭盛上了，实在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曾国藩听了之后呢，挺尴尬，也呢，只是啊笑了几声，就把这个事儿呢给应付过去了。除此之外啊，在日常生活上，他们家呢也跟北京差不多。因为曾国藩做了总督之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老婆孩子都接到了总督府，跟他一起生活。但是总督府里呢，只从湖南乡下带来了两个仆人，人手根本不够用。所以欧阳夫人呢，就花十多两银子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之后啊，非常生气，马上命令欧阳夫人把这个女仆呢送回去了。那么人手不够用怎么办呢？曾国藩家里的这个家务活啊，就靠自己的夫人、女儿、儿媳这些人呢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家里洗衣做饭、收拾房间，基本上都是这些夫人、小姐来干。曾国藩呢还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这个日程表，规定他们上午、下午、晚上各做什么家务活。比如规定早饭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酱，这个呢叫食事。上午呢要纺棉花、织布，这个叫衣饰。下午呢要刺绣，这叫细工。晚上呢做鞋，这叫粗工。就一天到晚，他家里这些女眷呢手里头不能停下来。所以当时啊，在这个两江总督的这个总督府内呢，每天晚上曾国藩在一边点上蜡烛，在这批阅公事，另一边呢一家大小女眷在那儿织布做鞋。那么我们说曾国藩他做了总督之后，一年按照惯例他会收入20万两白银，他为什么生活水平会降得这样低呢？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呢拒绝了大部分灰色收入，他觉得我的生活不需要像别人那样骄奢淫逸。那为什么到了两江做了总督之后，他的服装反而不如北京讲究了呢？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天需要见的都是自己的上级，对吧？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专服，这个官服呢穿得特别讲究，表示对上级的尊敬。但是在两江地区，他本身就是最高的官员，每天接见的都是下属，他认为自己呢可以穿得随便一点。做了总督呢，我在家里请客，显得我更随和，对吧？所以曾国藩考虑事情，他不从这个豪华排场方面考虑，他只是从最基本的需要方面来考虑。所以曾国藩在经济生活当中啊，除了以上这个清廉的一面呢，也有另一面，就是比较拙的这一面。这个拙呢就是浑浊的拙。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同治七年的时候啊，曾国藩由这个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那么他首先呢要到北京去拜见慈禧太后，这样然后呢再离开北京到保定去就任。那么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按照官场的惯例呢，他要给北京他所有认识的官员每个人送一笔别敬，就是除了兵敬和探敬之外呢，临走的时候还要送一笔别敬。那么曾国藩送没送呢？他也送了，给每个人都送了一点别敬。虽然每个人钱都不多，但是加到一起呢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从曾国藩家书中记载，他送的别敬呢一共是14000两白银，就是去一趟北京
他至少要花14000两给别人送礼。这个呢，曾国藩送完之后呢，还认为自己送的不多，跟别人比起来呢，不算太多。所以我分析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啊，得出的结论是，曾国藩做总督时期，每年大概要收30000两的这个灰色收入，这个钱呢，主要用于公务的这个往来和支出。至于他个人的18000两这个养廉银呢，他主要用于自己的家庭支出，剩下呢，他会用于资助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再花不完呢，他会用于资助一些地方上的知名的知识分子，帮他们出书啊，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等等等等。曾国藩的一个原则呢，是我不留银钱与子孙，就是我死了之后啊，我不给我的孩子留银子作为遗产。他为什么要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呢？因为曾国藩从个人生活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大富大贵的人家这个孩子成长起来啊，往往都骄奢淫逸，性格不太好，不懂得艰苦奋斗，只有贫寒人家这个孩子呢，才有可能有一股向上的这样的精神状态。所以曾国藩说，我不给我的孩子留银钱，因为我孩子要是有本事的话，他将来呢生活不会成问题。他要是没有本事，我多给他留钱只是帮他多作孽，对他没有好处。所以后来曾国藩从这个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啊调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呢，他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查了一下，说我的小金库里我收的那些灰色收入，你看一下还剩多少钱。曾纪泽说还剩10000多两白银，怎么办？别的官员这个灰色收入的结余都是要带到家里的，曾国藩没这样做。曾国藩说，你把它捐给这个地方上做慈善事业，捐给这个贫苦的老百姓，但是有一条，你捐款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留名，不要说是我曾国藩捐的。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做官最忌有名，尤其是清廉之名，就是做官啊怕出名，你一出名大伙就盯上你，特别是你不要有清廉之名，不要让大家认为你是个清官。所以曾国藩这个做官的方式啊是很有意思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清官，对吧？从来不把这个公家的钱拿来一分做私用，但是表面上呢，他装的像是一个跟大家一样是一个庸官，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所以我总结曾国藩的这种做官方式呢，叫外浊内清，外圆内方。曾国藩做官呢，他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清官的名声，他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一些大事，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做一些大事。你要做大事的话，你就要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所以呢，曾国藩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啊，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啊外浊而内清的处理方式。所以曾国藩同治11年2月初4日呢，突然因为脑淤血去世了。去世之后呢，确实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遗产。原来呀，他在家书当中啊，告诉孩子说，我留了一笔钱，大概是10000多两白银。我这个钱干什么用呢？是从我的养廉银当中节省出来的。我呢要拿它养老，因为我过些年呢，我打算告老还家，我拿它作为我的退休钱。养老钱，他说我留着10000多两白银呢，应该是非常充裕了。但是呢，他想告老还乡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他死在了任上，这10000多两白银呢就留下来了。我们刚才说了，曾国藩的誓言是不留银钱与子孙，所以呢，他的儿子曾纪泽呀，就把这10000多两白银都花在曾国藩的这个丧事上了。因为曾国藩这样高的这个地位，而且清代的人们对这个办丧事啊又非常讲究，只要是办得稍微体面一点，就得花掉大量的这个银两。所以到最后，曾国藩实际上呢也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最后没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什么钱。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
就是曾国藩有一个儿子叫曾纪红，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啊，家里有人得了重病，看病看不起了，掏不起这个医疗费，没办法向曾国藩的早年的朋友后来的敌人左宗棠借钱，因为他找不到别人借钱，只有找到左宗棠的门上。左宗棠呢很感动，送给他300两白银，让他呢给家人治好了病。同时呢，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以中兴元老之子，不免饥困，可见文正之清洁，足为后世反。就是说曾国藩这样高的地位，做了这样高的官，最后呢居然他的儿子看病都看不起，可见曾国藩的这个清廉呢是货真价实，足以做我的楷模。那么我想曾国藩的这种做官的方式，这种处理个人经济生活的原则呢，对我们今天的这廉政建设应该能够有所启发。以上呢就是今天讲座的这个内容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张教授。那么在张教授讲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朋友啊把问题提上来了，对曾国藩这个人物呢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啊，其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因为讲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知道了曾国藩既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呢，在座的朋友也了解到，曾国藩其实他也蛮迷信的，他相信风水，相信相术啊，对于这些东西呢，他也非常热衷。比如说他打仗的时候呢，还要到《易经》里面去翻翻书啊，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么，所以我们在座朋友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曾国藩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侧面，是因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造就了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寄托呢，还是别的一个他内心里面有一种对当时环境的无法掌控的一种无奈，所以想请这个张教授呢，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再详细的阐述一下曾国藩这个人物。好，我写的那本书呢，就叫《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其中呢，介绍了曾国藩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我刚才说的个人收支，另一个侧面呢，就是曾国藩身上这个所谓的迷信的这一面。曾国藩确实啊，一定程度来讲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他自己会算卦。会用这个易经算卦，打仗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经常算卦，然后呢他一度也相信风水，曾经给自己的父母改葬。曾国藩的这种迷信行为呢，我想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曾国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几乎每个人都迷信。因为那个时候曾国藩他们成长起来，他这个教育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在他的课程表里头没有物理，没有化学，对吧？没有人给他讲这个声光化电，他不懂得天上打雷下雨是怎么回事，他一概认为天上肯定是有神灵。所以我们看清代这个康熙皇帝，他呢是中国历史上很热爱科学的一位皇帝，他跟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学物理，学这个数学，学几何，成绩还不错。但是本身康熙皇帝也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我们看这个历史档案记载啊，他经常找北京的一个叫罗瞎子的人算命，而且呢还说这个罗瞎子算命算得非常准。那么康熙的这几个儿子在争夺皇位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都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包括到道光皇帝的时候，到晚清的时候啊，这个迷信，所谓的迷信对这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过影响。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人呢根据条约规定呢，说他们可以进到广州城里居住，因为原来呢清朝是一概瞧不起外国人的嘛，不允许外国人进城，英国人呢根据条约要求他进城居住，但是道光皇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就是不允许。道光皇帝态度为什么那么强硬呢？因为头一年他找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了一卦，说呀，原来咱们这个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跟这个老外打交道
总是这么吃亏啊？因为您命不好，您命里头啊，这个犯一个什么什么星，那么从明年开始呢，您的厄运已经过去了，从此之后啊，您的命啊就非常顺。道光听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话，认为呢从此之后他就可以对外国人强硬了，所以呢就坚决拒绝这个英国人仅按照条约进广州，结果呢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呢又一次惨败。所以这个迷信的氛围是当时生活曾国藩生活的啊这样一个生活的氛围。那么曾国藩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去算卦，去相信风水，我想呢是啊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曾国藩对这些问题呢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总结，他对风水呢早年很相信，但是晚年看了事例多了之后啊，他就已经不再相信了。所以曾国藩实际上他身上有一种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呢啊帮助他从早年的特别迷信到了晚年呢对迷信呢就不再那么相信了。好，谢谢张教授。我们说曾国藩呢，他是近代是我们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啊，他也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的以诚相待。但是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呢，在当时啊，应该讲是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这样的一个论调。那么我们在座朋友呢提了这样的问题啊，能否从那个张教授能否从这个文化历史意义上来解读一下那个曾国藩他为什么会提出要对洋人以诚相待，如何来理解？我认为曾国藩这个人他身上啊非常典型的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些非常正面的东西。从曾国藩身上呢我找到了很多正面的思想资源，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强调要以诚待人，而且这个以诚呢不光是以诚待中国人，也要以诚待外国人。因为中国人呢这个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洋鬼子呢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发育完全的天朝上国的人，洋鬼子呢都是半人半兽，你跟他不能讲理，所以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这个瞧不起外国人的习惯，认为在外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呢你用不着讲诚信。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遵守条约的现象，当然这是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人呢想不遵守它这个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不遵守的结果呢往往是遭到更严重的打击，对这个国家呢整体利益呢造成更大的损害。那么有一次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啊要处理这个外交的事情，他呢就找到曾国藩，跟曾国藩聊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曾国藩就问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你有什么这个想法没有？李鸿章说，那我的办法呀，我的原则呀，就是跟他们打痞子枪。痞子枪什么意思啊？就是跟他们耍流氓手段，能拖就拖，对吧？能磨就磨，能泡就泡，软磨硬泡，最后把他们泡得没有办法，啊，也许他们的火就撤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曾国藩说，这个李鸿章啊，后来，回忆了这个故事，他呢，他说当时曾国藩呢，沉吟不语。用这个手捋着自己的胡子捋了半天，然后呢抬起眼睛看了李鸿章一眼，说痞子枪，哎呀，这个痞子枪怎么打法呢？我可不会。李鸿章一听啊，曾国藩的意思呢是不赞成他这个做法。曾国藩说，外国人也是人，我们和外国人打交道啊，首先要认清这个原则，就是外国人虽然是侵略者，虽然是怎么样，但是呢他首先也是人，我们要用对待人的原则去对待他，而不能用对待禽兽的办法去对待他，因为你只有用对待人的办法去对待他，我们才能长久的相处，对吧？对中国人要以诚相待，对外国人也要以诚相待，我们什么事情上可以让步跟他讲明白，什么事情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也要跟他讲明白，一开始就要说清楚，而不要在那儿跟他就是不停的混搅，搅到最后呢，因为你的实力不如他，你的实力不如他，那么最后一旦发生冲突，吃亏的还是你。所以呢，这就是曾国藩在这个对外的
这个外交谈判当中呢提出的一个原则是以诚相待的原则。好，谢谢张教授。在曾国藩的这个一生当中啊，他身边的有好些人，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同龄人，其中有一个人物呢，不得不提左宗棠。左宗棠他与曾国藩呢只差一岁，但是左宗棠啊这一生他就看不起曾国藩，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呢想请张教授跟我们说说啊，左宗棠他为什么看不起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呢对于左宗棠却是友情相待，这是为什么？这个主要啊是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性格的差异。曾国藩呢要是用这个西方的性格分类呢，他属于这个粘液质，就做事啊很缓慢，考虑问题很缓慢，但是呢缓慢是缓慢，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往往是比较扎实的。但是左宗棠呢属于那种多血质的，做事风格非常明快，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够下结论，而且呢结论往往也是正确的。所以他和曾国藩共事呢就非常受不了曾国藩做事的这种磨磨唧唧，然后呢他也认为曾国藩呢智商很低，瞧不起曾国藩。但是早年呢因为左宗棠没有功名，所以他不得不寄身于曾国藩之下，这个呢就让他心里呢更加不平衡。因为左宗棠虽然非常聪明，少年时候就被称为神童，但是呢考了三次进士都没考中，这个人脾气非常暴，三次没考中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可考。那么你不可考不做进士，在当时呢就没有晋升之阶，就很难做大官，所以他就不得不去给人家做幕僚。那么曾国藩呢跟左宗棠年龄差不多，又都是湖南人，这个家乡呢离得也不远，只是因为自己读书好，对吧，考中了进士，结果呢一路做官，年纪轻轻40多岁就做到了二品大员。左宗棠呢任何官阶都没有，后来呢又去给曾国藩做幕僚，他心里啊特别不平衡，说你没有任何才干，只是因为在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对吧，会耍耍笔头子就这么顺利，我呢一路这么不顺。所以他对曾国藩呢实际上是有一种科举情节。左宗棠一生啊，他后来做了官之后，他爱用什么样的人，爱用那种科举考试非常不顺的人，他不用进士，他只用举人，因为他的最高的这个功名呢就是举人。所以左宗棠这个人实际上性格也挺有意思，也挺可爱，特别直爽，但是呢又特别的固执，特别的自以为是。曾国藩呢性格中这个包容度啊要比他大的很多，虽然左宗棠如何如何瞧不起他，作为他的下属呢总是反抗他，曾国藩不遗余力地提拔左宗棠，左宗棠呢最后却和他反目，但是曾国藩一生没对左宗棠说过什么批评的话，一直呢对左宗棠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呢实际上到最后呢也是感动了左宗棠，所以曾国藩活着的时候，左宗棠呢对他呢一直表现出瞧不起，但是曾国藩一死啊，消息传来，左宗棠一个人坐在那儿，把自己跟这个曾国藩一生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呢，感觉曾国藩还是比自己高，比自己高明，比自己这个人格要高大，心胸要宽阔。所以后来呢他给曾国藩送了一个这个非常感人的挽联，说呢跟曾国藩呢之间虽然有过一些矛盾和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事业，那么最后我左宗棠总结我的一生，我在这个做事的公道和这个鉴别人才这两方面呢不如曾国藩。所以最后呢实际上左宗棠是说了公道话，实际上呢还是拜服于曾国藩的这个人格魅力之下。好，谢谢张教授。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呢，他其实是一个从普通人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个在我们眼里的一个圣人，他也没有后台，
也没有一个成功的偶然的机会。这也让我们在座朋友呢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啊，都知道如果要走向成功，要有一个好的平台，似乎现在都已经认可了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想从这个曾国藩他自身的这个成长历程呢，来对我们现今的这个成功学啊，来做一个修正和启示。在这一方面呢，想请张教授给我们来说一说。从个人角度啊，曾国藩的这个个人奋斗成功呢是挺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他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他考了7次，对吧？但是呢，毕竟他是从社会最底层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啊，达到了社会最高层。那么这个呢，它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因素。什么制度因素呢？就是清代的这个科举考试啊，基本上还是公平。就是我们说中国人在制度上呢，传统政治制度有很多弊端，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在制度创造上是非常聪明的，是有天赋的。比如我们创造的这个科举制度，它就是在同时代人类所能选择的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一个选拔人才的方式。虽然后来发展到清代，发展到明代啊，把这个科举制变成了八股文，对人的头脑呢形成很大的禁锢，但是毕竟从总体上呢，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大家呢不能比门第比出身，只能比你的文笔，这个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那么中国的科举制度呢，从它在隋朝诞生，在唐朝成长，在宋朝呢普及，然后明朝清朝不断的完善，它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完善的过程。早期出现了很多这个弊端，有人走后门啊，有人那个打小抄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这个制度的演进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国人针对这些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很多弥补。比如一开始有的这个主考官通过这个考生的笔记写的毛笔字的这个字体能够认出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后来呢就发明了这个誊录法，就是你写完这篇文章不直接拿给这个考官去判，找别人抄一遍，然后呢再拿给考官去判。所以就种种细节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要是想创造一个公平的制度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虽然现在我们说西方的很多制度很好，但是并不证明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制度的能力。当然这个科举制度呢只是某一个侧面，在清代以前这个科举制度呢形成了一种人才选拔的比较公平的机制。今天我们的高考呢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科举制度的，西方发明的这个高考制度实际上也是借鉴了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中国的高考制度呢，在过去呢，也像这个科举一样，给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呢，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想我们中国人呢，有必要思考，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历史当中寻找到一点启示，我们重新想办法使这个制度呢，重新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因为你制度如果是大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缺乏公平性的话，你凭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概率呢就会大大的降低。啊，谢谢。好，谢谢张教授。我们在座的朋友呢还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曾国藩呢与毛泽东啊是同乡，毛泽东呢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想请张教授跟我们说一下，毛泽东在曾国藩身上到底学到了些什么，曾国藩的哪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一些影响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对，毛泽东呢受曾国藩青年时代啊受曾国藩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说过一句话嘛，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他说吾于晋人独服曾文正，就是说我对近代这些大人物啊只佩服曾国藩一个人。在毛泽东这个讲堂录当中，他青年时代读书啊留下一些听课笔记，其中呢记载了大量的这个曾国藩家书的内容，说明他
年轻时代受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后来建立红军，实际上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这个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这个启发。因为曾国藩创建湘军呢，他为了保持湘军的战斗力呢，一个重要的发明呢是对这个军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不停的宣传和教育。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呢，每天都要把这些湘军叫到一起训话，给他们讲你们要爱护老百姓，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这个红军发明的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多地方是从这个湘军的军纪当中脱胎出来的。湘军有一首歌叫爱民歌，是曾国藩亲自写的，其中呢就有这个不拿老百姓的财物，爱护老百姓等等等等这些内容。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啊，可以把这个三项纪律八大注意还是什么三大，所以我记不清了，和这个曾国藩这个爱民歌做一下对比，会发现很多内容是很有意思的雷同。这就说明曾国藩的东西潜移默化对这个毛泽东是有影响。谢谢。好，谢谢张教授。大家对曾国藩呢都非常感兴趣啊。曾国藩无论他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面呢，都有他的卓越的成就。同时呢，刚才在讲座当中啊，张教授也提到了一点，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其实也非常成功。这就涉及到曾国藩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一个最大的成功者。所以我们在座朋友呢，想请张教授跟我们说说，这个曾国藩啊，他在持家教子上面到底用了一种什么办法让他的两个孩子这么成功。他其中一个儿子很有意思，在当时的时候圆周率推算当时只有40多位，他第二个儿子曾纪红能够推算到100多位。对，曾国藩在家庭教育方面呢确实是非常成功，这也是我对曾国藩这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啊，家长对孩子呢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个盛气凌人的这个态度。你像我们读这个《红楼梦》，这个贾政见到贾宝玉从来没有好气儿，对吧？每次都是劈头盖脸一顿痛骂，不管是贾宝玉做的有理没理。他有一种什么心态呢？你是我生出来的，你是我的创造物，是我的所属物，我想怎么样摆弄你都行，对吧？我怎么样都是对你好。但是曾国藩身上呢，他很少有这种东西。他对孩子啊，他不是以训斥打骂为主，他是以鼓励为主。你看这个曾国藩家书，他写给这个曾纪泽的这些家书，基本上都是鼓励。曾纪泽寄给他的诗文，他往往说，哎，你这首诗写得不错，很清新，很通顺，你这方面很有才分，但是呢你另一方面可能有点不足，你还要更加注意。他一直是以一种尊重孩子，然后呢基本上正面肯定的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曾纪泽这个人呢人格啊是比较健康的。同时呢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啊这个知识结构中最大的不足呢，就是对这个西学是很欠缺的，对西方的这些东西不怎么了解，搞不懂外国人的那一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曾纪红说，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一点。所以你看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自己一个人在乡下30多岁开始学外语，最后把英语学通了，做了外交官，对西方很了解。另一个儿子曾纪红呢做了数学家，研究西方的这个传进来的数学，也非常有成就。就他们两个呢都替曾国藩弥补了他这个在学养上的这样一个遗憾。而且曾国藩的后人呢很多人在西学方面呢都是很有造诣的啊，有的成了著名的外交家，有的呢成了大学教授，他的曾国藩这个学术视野呀，应该说是很开阔，他的这个胸襟呢和一般的晚清的士大夫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对今天的家长呢，应该能够有一定的借鉴，谢谢。好，谢谢张教授。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讲座的是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为了让我们更加客观的来认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在座朋友呢，就是想请张教授啊，正面与侧面呢，都是让我们客观来认识，但是您最欣赏的曾国藩的身上的是哪一点？最欣赏的应该说是曾国藩的这个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曾国藩呢，他看待问题，认为具体的事情要具体入手，每一个小事儿你都要认真对待去分析它。所以曾国藩的分析方式呢是二分法，就是每件事要分成正和反两个方面，然后这个正面呢，你再给它劈成两半，再分成正和反两个方面。一件事你至少要分析四次才能把它分析透彻。所以这种细分法是曾国藩思维方式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是他区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因为中国这个学术啊，跟西方学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的学术它讲究那种精密化的划分，精密化的研究，然后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呢，不断的积累，像建造一个金字塔一样不断的向上建造。但是中国的传统呢，往往是只追求大而化之的一个大的梗概。那么曾国藩的这种思维方式呢，是秉承了宋儒以来这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所以曾国藩本身是这个军事家，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呢和大部分学识者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曾国藩最主要的给我，在我心目中他最大的价值呢，是他的那种实事求是的那种很笨拙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呢，就是不论你天资多么低，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事，日积月累的去做事，你最后呢都会取得应该属于你的那一份成功。啊，谢谢。谢谢张教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谢谢，谢谢大家，再见。